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面的能见度其实是很高的，像他连着得到 AACSB 的这个再认证，还有 Financial Times 一直他都有一个很棒的排名。因为每个人来自业界不同的专长，每个人的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。EMBA 我看的最大的价值在 networking， 在网络这一块，就是说透过学校这个平台，把各行各业的精英聚集在一堂，大家毫无保留的把他各自己的公司或者在工作上所领悟到的，在这个地方大家拿出来，在这个地方大家互相学习，互相切磋，让我们以后在做决策的时候能够考虑到各个层面。回到学校去学这个 EMBA 的课程里面，我们学到了怎么样去做 study， 我觉得这个 case study 很重要，怎么样去做研究，怎么样去做功课，怎么样对于很多资讯上的收集非常重要的。然后虽然我们以前读到的从理论的基础上，我们看了很多这种 case study 非常的多，事实上跟我们在实务在操作上来讲是可以印证。我觉得最可贵的在中山这个 EMBA program 里面，他都给人一个高度，一个高阶经理人看事情应该要有的高度，应该要有的深度，也给我们一个方向这样子。现在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在这个全球化、网络化的这个经营环境里面，他真的是在每一个科目里面，给我们一个世界的高度，给我们一个视野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，公司会是怎么样子。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，中山还是首选。在台北有很多的资源，有很多的人脉，但是在南部有最热情的同学，有最好的师资以及最好的学习环境。来中山最大的收获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爬玉山，会去游日月潭，甚至于呢，未来的规划是我们要去环岛骑脚踏车，这是我在外面没有办法想象我会去做到的。我想这是我除了学习之外，在中山获得最大最大的收获。中山的 EMBA 赞。中山呢，背靠着天，面对着海，有它一定的大自然的这种感染气息的感染，对每一个来这边念书的人，在我们这个图书馆大楼，在我们做很多个案研讨的时候，让我们的思想思维可以很快的就沉淀下来，然后呢，有很多不同的启发。
那我觉得中山不只是师资好，而且它的环境更好，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呢做不同一个程度的沉淀，然后再出发。美商富国银行环球金融部副总裁，我是毕仁文，信文股份有限公司市长。我们都选择中山 EMBA。我是中正南饼店董事长李雄庆，我选择中山 EMBA。Yes。我是高银企业集团的董事长雷祖刚，我选择中山 EMBA， 因为他赞。中山人，地下人。